各位同學，我最近看回那三本《A Journey to Remember》的書，看回我們很多很多同學當年在黃隱的時候的相片，真的非常之珍貴，還有我們的成長過程，我們都非常之感受得到那種親切和溫暖。2014年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慶典，因為我們認識50周年。最近我們的 OC 情感呢分享給我們大家看，你們今晚都有機會看到那個 reunion 那時的一些很開心很開心的情景，很珍惜我們50年來的友誼。過去那幾年，當年有很多笑容燦爛的同學呢都已經離開了我們，我們更加覺得生命的可貴，友誼的珍重。2024年是我們已相識60年，雖然距離現在還有幾年的時間，但是我們很希望一部分的同學已經開始傾談商量怎樣可以來一個再來一次60周年的慶典。我希望大家同學呢都能夠有一個這樣的希望期望，我們有重聚的日子。很多謝 OC 年年努力為我們的 reunion， 今晚大家玩得開心一點，飲得開心一點，吃得開心一點。但是我們有一個指望，2024年我們所有香港和海外的同學再重聚一首，一起唱我們 QC 的校歌，享受我們兄弟的感情。多謝大家。